这样比较不会受伤啊，长袜。宝宝，待会玩都要排队哦，不能推人家哦。他敢上去吗？你要跟他一起上去吗？都当然可以上去了。你要不要上去？上去玩滑滑梯，爸爸跟你一起。宝宝要不要玩滑滑梯？我跟姐姐都溜得好快，好好玩哦。好强！他为什么那么快啊？哦，我也要那个。你要不要坐着？坐着没关系，你有带衣服。小宝的 OS 还是玩这个开始摘。好，小宝，坐好了吗？那你要不要装一盘借我看？你要不要装一份给我看你的爆米花？哦，爆米花师傅，来，爆米花。现在没有开了，好好，爆米花收开了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，好好好，没有了，拜拜。收集到这边了，小宝握着铲子愣住的，开店了，哦，又开店了，好快哦，好好，太棒了，啊，过了，哦，你刚刚不是说开店了？你跟着他一次，让他练一次，他没有玩过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换了，换哥哥跟姐姐，马上学会了。耶！